我李少卿倒要看看你是怎样留下群的哟、哦。
娘娘，只是又怕骑马。君妹姐姐跟你伺候，其他娘娘，我最近在拜年文武百官三三为你裙子今晚洗衫洗家。怎么万岁不来了？丰富谷子洗洗去吧。是，洗洗去吧，红灯落下。回宫歇息去吧。是。万岁不来了，这一张好。Yeah.
家娘娘。是啊，快随我来吧，来呀！娘娘在上，孝顺有礼。娘娘息怒，小人经归华园中，梅花盛开，万紫千红，引人入胜。故而不知不觉到了古来，还望娘娘恕罪。太御史之子，少卿是也。你少卿，果是他？正是，官府定运进色不妨，想来举人定是高雅之士。高者高也，雅者威礼。是呀。请问娘娘，你家巨人贵姓？你问他做什么？城门不行，应孝顺一个门帖子，改而登门拜访，也好免去宾主之礼。你反要改而登门拜访？好，你听了。Thank you.
玄女云。玄女云，下面扶风女子又是何人呐、啊？宋江府新来的韩美人。叫韩美人在此，就应该和亲的相见。万岁驾到，不计回避。巧舌舌辩，主要退下。听之冷啊！臣李元见叫万岁万万岁，娘娘。李元。你看这是谁？哎呀，你是罪该万死！你既是罪该万死，为何不念家教化？请罪该万死，官教官教。宝玉是当年我在扬州外场流落江湖，问你见我兄弟收留。Thank you.
娘，你一人在此啊？李公公，你去忙在府找个娇妻来。哦，找个娇妻来，哎，娘子。君中二莫争夺，你去拜丈夫一套，你要命他悄悄地国君悄悄地进来，你明白吗？悄悄地进来，
娘在上，小神有礼。你许什么？小神请家娘娘。你在起草来。你是少卿？真是少卿。师兄。师妹。师兄。哎呀，师妹呀。你是怎样进入这宫位？师兄啊！